那个算你们的 double 吗？对啊，没有另外一个，第一个跟第二个也都是吗？第一个，啊，第二个是那个啊，那个用芋头干的。你说晒芋头干的吗？嗯。阴干吗？烘，不是，这第一个嘛。啊，第二个。第一在那边是第一个，是那个大宝。哎，大宝哈。啊，第二个是晒那个烘芋头的。芋头干还有烘什么？没有芋头啊。应该还有其他的吧。因为你看一年就两季而已，两次而已，啊，这样够吗？够烘？不是够不够？因为这是他们我们最传统的。对，比如说他，我一直说只有用这个而已嘛，还没有用其他的。据我所知，爱转那是我到单独要转是找在哪呀？那个，我在找问了。喂，路，路，路，喂，怎么不打呀？打了。Another 呀，别的，啊，还有那个素薯啦，啊，说烘干啦，对，素薯也可以用，对，是素啊，那个番薯也是啊，番薯，那个地瓜啦，地瓜也是，我那个好像没有呢，没有，不，我说像这种的也素薯啦，对对对，哦，你看，啊，对，那个地瓜就没有烘干啦，哦，对对对，啊，那个素薯有烘干啦，就两种嘛，哦。因为素薯要一年或两年，甚至三年呢。哦，素薯以前用的不是用在工业用吗？